这是蒋介石原配妻子毛福梅的墓。毛福梅是蒋介石的原配，他们结婚时毛福梅19岁，蒋介石14岁，他俩的婚姻是旧时代父母包办婚姻。1901年，在蒋介石表舅陈春全的撮合之下，两人成亲。1927年，两人离婚，但离婚不分家，毛福梅仍然住在蒋家老宅中。1939年，日军轰炸溪口，毛福梅在蒋家老宅后门被炸遇难。蒋经国闻讯回家奔丧，在毛福梅遇难处特别立碑，写下以血洗血，为了不激怒宋美龄。墓碑上没能写下蒋氏字样，只刻了闲笔毛太君之墓，而经国尽力。11年后，毛福梅作为蒋母王室一女，蒋介石一姐被载入蒋家宗谱，为自己的悲惨一生画上句号。